哇，肖战现身米兰时装周，真是让人激动不已啊！现场人气爆棚，人山人海，看来肖战的影响力可真是无处不在啊！2月23日，肖战参加米兰时装周，身着品牌新款套装，展现出了他的时尚品味和独特的风格。下车后，周围的相机闪光不断，媒体们争相拍照，可见肖战的人气可不是盖的。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，肖战顺利进场，还热情地和粉丝们打招呼，真的是非常贴心啊。不仅如此，品牌创始人兼总裁还亲自迎接肖战，和他友好拥抱，对他的到来表示十分惊喜和高兴。看来肖战不仅在国内备受欢迎，在海外也是人气爆棚啊。进场后，其他嘉宾也纷纷和肖战拍照，围成一圈，甚至延伸到外围，场面十分壮观。有网友分享了现场的画面，说一大早就像打仗一样，可见媒体们都在抢拍肖战，给他巨星般的待遇。肖战和总裁的合照也是人山人海，摄影师们都伸长了脖子拍照。肖战非常友善，和品牌总监、英国时尚评论人都合照了，真的是非常亲民啊。肖战状态非常好，高清镜头下无可挑剔，让人不禁感叹他的颜值和气质真是太好了。最后，我们也要祝福肖战越来越优秀，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，为粉丝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。总之，肖战现身米兰时装周，真的是让人激动不已啊！他的人气和影响力无处不在，让人不禁为他点赞。